有请我们处长，请抽奖。OK。哇，好紧张哦！在众人的见证下，资政府产发处长林鼎超抽出基隆朝觐振兴活动最大奖得主意大利罗马来回机票，消费金额是900块，然后抽奖的摸彩连编号是17471。哇，恭喜小明，你得奖了，小明！抽一张机票还不够，再送出一张日本北海道来回机票。iPhone 15 Pro、空气清净剂、55寸大电视、除湿机等大奖。奖过谁家？陈宣成，陈宣成。然后消费日期在7月20号，消费金额670元。然后他的抽奖的编号是23406。满满一桌子的礼物，超过500份的奖项，全部都要抽出。基隆北宁路6月发生土石坍方。市政府推出了消费满3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就兑换24000张的抽奖券，民众参与相当热络。谢国梁市长非常关心周遭商家的生计哦，所以也责成我们产发处，然后来办这样的朝觐振兴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大概为期是一个半月。然后总共发出了将近约25000张的这个摸彩券哦，然后其实也不限只有基隆市民，也欢迎就是只要到朝觐来消费，那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摸彩券，然后来参加抽奖。那我们这次提供的奖项其实也非常多，包含在台北到罗马的来回机票，台北到北海道来回机票，也有这个 iPhone， 然后也有电视，然后也有这个气炸锅，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来朝觐消费。全部的奖项都已经抽出了，将公布在朝享山海基隆粉丝专页。有中奖的幸运儿，记得把握时间，赶紧来基隆领奖。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